我当然觉得勇敢追爱很好，可是你要承受得起。有点害怕是那个火啦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海底头是一跳哦，然后是有瓦斯可以控的，太精彩了！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们就买了一个不知道14还16，整个蛋糕是啪，而且他们乱讲，可能应该是有量过的 size。16，可以啊。彩香她在电视剧里头真的就是比较是妈妈跟婆婆的角色，那这次在电影里她在追星的时候，在接受一个爱情的时候，都有一些小女人或者是很女人的东西在里头。这次台下很累呢。快上子，千千的粉丝叫千回，千回粉丝团叫千万小千千，我带来队叫大仙千回。他用过的餐巾、盘子、刀子、叉子，连 Kito 我都留下来了。心灵自己提议，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这样子，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秀上来。他用过的餐巾、盘子、刀子，盘子、刀子，哦，我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说不行，我要有人帮。啊，子涵。他用过的餐巾、盘子、刀子、叉子，哎，等等，你可能要，你 Kito 餐巾、盘子。他用过的餐巾、盘子、刀子、叉子，连 Kito 卫生纸我都留着。他会变圈粉也是因为他寂寞，你们都不陪他吃饭，那他一个人吃掉做团圆饭。钟欣凌他掌握住那种母亲的寂寞、失落，还有对于他的偶像在他面前的那种憧憬，我觉得他呈现得非常的好。我觉得这东西是让我 touch 的地方。我觉得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，呈现给观众的那个心意，我们真的是很满意。希望可以有一个电影让大家看完，然后笑一笑过好年。我爱你。